好，那他问了哈，则 s 4次方减4 x 3次方减14 x 比如说我想讲，你都要拿，你知道用眼波呢？啊，那来公式啊，那来往在眼波呢？啊，贴在不上。公式啊，公式。啊，哎呀。公式。是公式啊。哎呀，这三个三那种的。我顶个个没处理的过那天。我也听。嗯。再加18 x 啊，再加3，它的值是多少？好。 那这个的话，你如果直接带的话，你当然算不出来，太难算了嘛。那我就把它展开来，我看看这个解它满足哪个方程式了，对吧？那个方程式等于0的话，我就用那个多项式啊，那个方程式的多项式来除它嘛，对吧？就是说3 x 把它乘过去嘛，加上根号8 x。 这等于1，然后呢，找出那个整系数多项式来，这把它移过去，根号8 x 哈，等于1减3 x， 两边把它平方。为什么要平方呢？因为我要把这个根号8哦弄掉，弄成呢有理数，我不要弄成根号，因为根号你带进去的话不好做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？ 我两边把它平方，8 x 平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平方1减掉2 a b， 6 x 加多少？9 x 平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这8 x 平方去掉一个，我就得到什么呢 ？x 平方减6 x 加1等于0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没问题的话呢，那这个。 这个多项式我就用这个来除，来除的话，把它写成呢多项式的那个，这个我要没综合出来来除，我把它除在这边，1减4减14，1减4减14，加18，加3，对吧？ 啊，这是6，第一项拿掉嘛，6减1，对不对？好，阿炳龙已经讲啦，今摆课我那有较重啦，物件较侪，好，减1，哦，那个，咱这边咧读书，好像物件是较少啦，啊，就讲。 讲好啊，即摆我回想起来，回想起来，阮迄阵仔咧读册时吼，即摆我回想起来，阮迄阵仔老师我哪改袂晓，呵呵呵，加二，哦，当然迄阵仔就是讲较好，就是讲迄阵仔物件较少，即摆物件较少，好就是。 啊，啊减，啊这样加起来多少？负15加12嘛，这减3，对不？嗯。啊，这减多少呢？18。好，再加多少呢？3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。啊，这消掉嘛。负2加6，行不行？等于讲哦，这跳高呢？ 用综合除法哦，把它呢变成什么呢？这是3嘛哦 ，x 平方加2 x 减3，那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嘛，除4的是 x 平方减6 x 加1，再加余4，负2 x 加6，因为哦，这等于0嘛，对不？对不对？
你用综合啊，综合出啊，出个艺术就是安尼啦，就是讲，我这吼、哦、要甲写成什么呢？写成这个四肢的呢多项式。啊，因为这等于零嘛，所以这条提掉，啊变成呢加有这個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摆吼，咱就听从迄个这 X 吼、哦、带进去了，现在已经可以带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话已经可以带了，好。已经可以带的话呢，我就把它带进去嘛，这个负二，哇，这个时候才带才能带啊，不然呢你一开始就带的话哦，那算不完了。我算到呢，这个已经前面这个已经拿掉了，等于零的部分已经拿掉了，剩下这么简单的话再来带，哦，不简就是不简单的话呢，你带的话哦会带很久，带不出来。好，啊、乘以多少 x？这是三加根号八，不是一号，再加六，没问题吧？然后我现在我这个把它有理化，所以有理化的意思就是说我分母哈、哦，我不要有这个无理数了，我分母要把它弄成有理数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我就上下哈、哦、乘一个什么呢？乘一个无理数，这个我用那个 a 平方乘 b 平方那个公式来做嘛，就。三加根号八哈，我父母把它乘一个三减根号八，我再负二对吧哈，分子父母各乘一个三减根号八，这样子，加六，啊因为这是 a 平方嘛哈，减 b 平方嘛，所以就等于多少？这等于九减根号八的平方八嘛，所以这是一呀，所以这个就多少？这上面的话，这是这一层的话，负六加根号八，它加六了，所以答案是根号八，根号八就是二根号二了。